来吧来吧，五八，三块，心跳好快，有点紧张啊。亲爱的训练生们，你们好，现在呢，等级再评定结果已经在我的手中了。接下来我们来宣布等级再评定结果。听到他们升班吗？我想要升几个人哈。今天的任务是小组对决。爱奇艺悦享品质。